这样这两包就把上面去了。这一包50，我唔知卖袂出去。这两包100上去啊，一定要甲卖出去。你上去。啊？炸两箱卖到春节，这啥物人知无？有人捌买过无？买你有好食无？来，这5条先送伊吃免钱。我资料全好食歹食，你问伊，唔知甲我买几百块，你甲讲。咱是用鸡腿肉来做的，规条拢用鸡腿来做，甲你包鸡块，当个煎肉吃吃。300-500免，200了。来坐啊！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，来这3条收上，最后一个人坐200上面吃。200条。来收几个无个毛病。6条、8条、10条，250了。挂了。还最后一收啊！第三收够了没有？200块。够两杯食鸡腿全的吼，200块都。200够两杯来无？恁家人唔爱买过，你是要试食看卖无？100了，恁试食看卖，我袂甲恁害啊。物件好食就好食，100了，恁唔爱买过要一百。够两杯买过要100块试食看卖无？100块。买两个。100够两杯试食无？100块都。声音够有听到大声吗？这150了，350，要新客钱的人客，200收起来150了。小龙汤包150，小龙汤包150了。够了，要食小龙汤包150。再来。小龙汤包150了，四个哦。有四个。五个啊。五个。你收钱？无啊，最后一包上面有150。小龙汤包还有人要吃吗？都啊。你有要来无？150够人要来无？我那边包出来哈，我还包加3块，你好，好吧。来，掏钱啊！谢谢。你收钱。谢谢。我带包你到我这。保利龙。保利龙。250。美女，你等下去煎煎的，你要看我干干嘛？甜辣酱还是煎蛋？甜辣酱。都煎蛋啊！一包叫鸡肉薄饼，这种鸡肉来做，这一包10块。外口我讲，保证路边摊哦，唔是餐厅，路边摊一个就50啊。这10块都要500。头前个，这鸡肉薄饼，你搞起来全部来。你若正经加客钱，我要食好食的，我来讲。一包鸡肉薄饼，你敢给咱情况吗？这一袋50，青菜一袋都要50，这内底有包鸡肉，行吗？这内底10袋500，唔免。全部6个人客，一个人买一包肉，新鸡钱拢无啊，200了。来坐啊！鸡肉薄饼，这腰水好食，这袂好笑，200块上面吃。来两个。这要四个人客，鸡肉薄饼，200块俩，200块。来头前三个，最后三个上面是鸡肉火锅。好，你又买这里哦，我未解骗骗笑啊。这不比什么葱花饼，什么你给我干嘛？这哪里有包鸡吧？全台湾这个手枪干这间的物件有做鸡吧？就你那有鸡吧？你我未跟你闹笑啊。最后这3包上面是200块的，拢有啊，好，先卖给你勉强。都有做侪物件，上面来过来买食饭。可以搞这个。搞两个点。哦。你是卖光了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是在来三个马东在那边耍。还没哈。还有蛤蟆哈。这两个鲑鱼头。你那个，啊，你车顶敢无想要钓人哦？这鲑鱼头当然当，这当行当做秘书，这边行起来7-5。7-5加7-5，千啊！啊，是你先讲无，这豆芽这大吗？这日本料理你真够行，我鲑鱼头袂出名，无好笑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唔免让你开1000开800，新价钱的500上面写500块，干的是。
你每一个这大包，结果呢？没有，没有了。你若自认为你的冰箱才冰得起，你甲冰起来，四个人加拼钱，你买就退钱，大妈这大妈，上星提钱的姓名，沙发了，来沙发，来冰啊，两个人啊，沙发，我你要坐咩？沙发。我沙鞋好，得我穿沙鞋啊！最后一个沙发上面有300块玻璃床，阿妈一条。最后一个沙发上面一个300。给我补一笔。你就企起我买就解决了，你人都爱直接打电话。你边啊，嘿，我看就未歹啊，你人我企起，你就好好做工作，你知影？你唔企起，你就是无在条解决了，你企起代志就解决了。有人要食这无？大成鸡排。来坐。300-500免食鸡排。来两个。100尔。我七条哩。你今日先给钱，我拢搁送三条，100落100。两个。最后一个100上面啊。最后一个100上面一个大成鸡排。哎，走走走！100了，但是这五天的钱也卖不出，是吧？2000哦，你要啥？2000几斤毛病皮肤啊？但你要食2000我来介绍一下。这2000这机密做的，这一条腿要15块，十条腿要百五，百五的。你搞买300哦，我1包搁10哦，一条10块你买袂着啊。1包够你300上面一个2000。最后一个300，后面一个2000。车顶皮肤吗？搞车顶，我车顶无来哦。你搞人买百五食看卖，买2包百五试食看卖，2000。拢有啊吗？来，说你大声大地，摕一张票，我尽量来上班。有人要食蒜泥无？迄大地，一撮来球队退钱，爱食也免1800，500上面是500块，一地要送你一地块。来500上面食鳕鱼的500块。有人要食蒜泥的无？500了。先摕钱，我一地块。我会当甲大声甲你讲，无食物件无起的啦，逐项都起价啦。来啊，这两地我也袂啊，搁送你。来500上面食。来边有啊？来蒜泥个人要食500块。来去。啊。蒜泥个人要食无？500。鳕鱼还有人要吃吗？大地哦，500块，这地够哩，这地够哩，500了。蒜泥够人要吃无？够人要买300吃袂了无？300块，小家庭你吃袂了300。300去。300够人要哦，你个小家庭你吃无吃，你买300，我无爱算较贵啊。300够要来无？拢有啊吼。来菜头粿每存4包。哎、欸，你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剩4包尔，300-500变春水糖啊，先给钱100块了。来，头前啊，一包够3包。边啊，边啊，边啊，边啊。结束。来，放放。不给啊。菜头粿我袂用。菜头粿够不？八块了。全部没有了，800上面去。够人要食菜头粿无？800，够几个？来个吃好的。一包够上800。头前啊！谢谢。我菜头粿你袂当无买。800拢有啊。南部七县市唔人无一个唔知影讲咱的菜头粿怎好食的。你当有好问啊？收起来。来。啊，这来，恁全部人就听我讲啦，迄种野生的鱼好食啦。恁够人要食长阳鸡腿，我这几包鸡腿来做。这真的钱的啦，这种鸡腿包，这一包只要600块，唔免600。三个人计搞面，你先计一个人计200了。有人要食长阳鸡腿块无？人家七叔要帮你计过。老陈啊，100。啊？啊？无啦。200个人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啊，这您注意听我讲，您有看到这无？这野生哦，大型的鱼啊，这肉只是正港只是顶，这正深海来，深海红斑鱼，注意听啊。这个鱼啊吧，真的拢未输鲑鱼，拢未输鳕鱼。来，你听我讲，这餐厅你煮拢上硬的，有够贵的啦。要食好的，你鱼啊泡；要食海鱼啊，你泡贵。
这个照电话有人家看，看这有透光无？一日照电话有人家看，这照了拢透光。你要食这海鱼啊，这上甜的啊。来，你睇下我皮哦。这间的餐厅咧煮起来超过七百。来，你要食好鱼啊，野生的哦，这千把鱼啊，这大型的鸡也落去钓，这条鱼啊嘛，这也青天的。这倒来拢收一挂杭州落去蒸，甲吹拢会冻。这要煮汤拢无问题。鱼啊，若青你拢简单料理，卖伤济调味料啊，简单料理就好了。这一箱尔哦。对，一箱尔。来，你要食海鱼啊，这无济啊，先加钱的先尔。这一堆，你就是甲加了肉啦，真第无第二句的，一定要退钱啊。几个？金龙三十，头平啦，金龙三十五六七。我来讲，一个你收票。鱼也拍好亏哦，你先加钱的先尔。无买着恁家的代志啊。